我们金手指向上，把它掉进去，掉进去之后呢，盖起来，盖起来，这是壁障和灯光，这是镜头，前壁障，后壁障，短按长按，两个都要同步。对，然后起来之后，我们先对平，对一下之后呢，我们做初步的使用，用面积去对它，面积，天线的面积去对它，啊、哦，好，来 ，tilt up。就是仰角 ，tilt down， 俯角，左边的这边啊，录影键，录影键，一边录影一边拍照，录音轮到键，拉近拉远，当前的拍摄模式没有录音轮到，好，这边也可以拍照，好，这边录影，一边拍照。录影键，录影键呢？储存的时间可以录2小时24分，开始录影。好，录影键开始。那现在准备起飞，内八外八，外八也可以，内八也可以。好，内八跟外八都叫做什么呢？都叫做启动跟结束。好，外八。好，左边呢是上下，好上下，右边是前进后退，左边右边。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起飞，好，现在已经进入了避障程序哈，视觉定位中，好，前进看一下哈，前进，后退，右边右横移，左横移，好，前进后退右横移左横移都在右手边。该转圈圈往右转，转圈圈，好，我们测一下大家哈，那我们小心一点哈，千万不要这样做，他纵使再安全都不要做这种事情，会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，要懂吗？第六个，你会飞不代表你要做这些危险事，左旋转，快速左旋转，右旋转，慢速右旋转，快速右旋转，起飞，下降，退后，好，刷锅底，场地太小了，刚开始千万不要对着自己飞，千万不要，因为看到大家看为什么会这样哈，我要左边，你怎么右去？我要左边，我要左边，我要左边，糟糕了。我要右边，我要右边，我要右边，方向相反非常的危险。出事情的时候都是刚开始面向自己拍，左右的空间距离找均匀。那你就是要熟悉一阵子，就是正飞，就是看前面飞。那看前面飞，我右边就是右边啦、啊，左边就是左边啦、啊，不会错误，不会错误。那如果说你是正飞的话，相反你会很容易出错。十个人刚学的有八个都是飞自己的时候撞坏的，所以千万记得。这个要注意一点是看白色的这个地面的时候，当地面是一片纯白的时候，会有一个风险，它自己会莫名其妙飘走，因为它没有定位点。那么，所以你要在地上摆一个贴一个黑色的贴纸，让它定位。要不然一片白的话，它不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，因为没有卫星的话，它就没有办法去判定它定位点，所以它就飘飘飘。啊，我就有一次就飘去撞墙了。哦，这个自己发生过的，这是白色地面或者是橙色地毯会造成这种没办法定位的现象。好，往上 tilt up， 这叫 tilt。那 run in run out 的部分哈、哦，再看一下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做 run in， 然后去对准我们的位置 ，run in，run in， 对准。镜头的左右呢是靠摇杆机身，那镜头的上下呢是靠我们的拨杆，机身呢是对准左右，拨杆这个叫拨轮是管上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国父，哎呦，深邃的眼眸，再降一下，就比较好看。好，往上推前进，哎，对准正中央。好的，
上去一点点，好，退后下降，好，这种运镜多多练习，很多人在教，我们就不讲运镜了。